哇，太感动了！哎呦天哪，这怎么打分啊？好，两个作品已经表演完毕，现在请有投票权利的101位评审以及观舞团的5位姐姐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如果你支持的是一波王炸战队，就请你扔出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如果支持的是往这里看战队，就请扔出你手中的黄色毛巾。3、2、1，请投票。上台计票，我觉得好像差不多。这两个作品呢、风格完全不同。队长对这两个作品有什么样的点评呢？两边在用歌选曲的时候，这边是中国风，我的爱；这边是李老师的音乐，也是我的爱。谢谢。哎，巧了吗？这不是。对，但是呢，这首爸爸妈妈他们用choreo 的形式，编舞的形式表现的，把那个整体的情绪跟他们要表达的意思表达的非常清楚，包括最后的道具的配合，而且美感，控制各方面，我觉得表现的非常好。好，对，我看的时候也会有就是被打动到，一个纸飞机引来更多架飞机，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好。对。无名歌这组呢，整体表现还是挺好的，可能有的时候，道具上有的时候有点不理想，对，那个翻页就是那个叶子掉下来了。吹呀吹呀，我的脚风走。我的，这个一博也是个细节控哈，那个纸翻下来了，觉得也不大好。加尔队长，小鸡哥。这一对无名哥，这一对我觉得就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你想不到，非常非常佩服。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是我最能打动我的一个，我也其实觉得那个春林跟凯强这边是超强烈的感情输出，就是这个题材我应该是在没有在这个舞台上看过的，而且这个题材然后就很容易勾到你的内心的一种感动。我特别喜欢那种画面，就是当春林还在小孩的时候，然后跟着爸爸跑，还跑在爸爸后面，然后那个画面慢慢就超过爸爸，炸！这个整个炸，就是你看他的作品已经忘记他们在跳舞，他们已经在是另外一个。那个精神层面上，所以对我来讲炸，这个很炸，真炸。每个人都一定会有这种的经历，就是你想象你在小时候，你的爸爸带着你去玩，然后你追不上你爸爸，当你长大以后，就反过来，你可能觉得爸爸走得很慢，就是那种感觉，你会突然不断的去想到很多很多零零总总的事情，就一下就都被打动了。然后小鸡是我一直期待他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很厉害的点子的一个舞者。很棒。姐姐们怎么看？我投给了那个父与子加尔战队的这个。我也是很喜欢他们的这个设计，刚刚我跟钟汉良老师的那个点是一样的。我特别看到那个奔跑的那个片段的时候，我真的有被感动到。我是刚刚也是热泪盈眶。可能小的时候是爸爸带着孩子走，到老的时候孩子要去反过来照顾爸爸，所以就是那个我非常感动。我投给的是一波王炸。因为什么？就我有自己的理解，可能因为我觉得其实就像演戏做表演，其实演悲剧可能大家会觉得很难，但是其实演喜剧。能打动人更难，就是而且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小鸡老师，就是小鸡老师啊，是小鸡老师，是的，就是那个 Don't say so much， 下一句是什么？都 Don't say so much， 那哪里还有下一句？有啊，我可以有我自己的理解吗？可以。
Just Dance。啊，心梗心梗。凯翔其实还沉浸在刚刚那个情绪里面啊。嗯，其实我不怎么会讲话，就是现在可能我还沉浸在那个角色里边，因为从比赛到现在3个月了，我可能有一点遗憾，就是我的宝宝1岁，然后我离开了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现在都会跑了，就是给我发视频，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就是错过自己的小孩走第一步的时候是蛮惭愧的一件事情。然后在跳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其实我只是把我的宝宝从刚出生到1岁，就是我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感情，然后放在这个作品里面，希望让大家看到。谢谢，希望能通过这个作品告诉大家，就是多去陪伴父母，然后多去珍惜身边人就好了。谢谢。谢谢小鸡和无名。我们的作品呢，蓄谋已久，因为我跟他比较调皮，平时大家可能看我比较严肃正派，其实我也是一个就是小可爱，小可爱，没有开玩笑。中间我们很多设计都是互相打闹出来的，包括最后那个咚咚咚咚，本来说念经，不知道念什么，那一博队长说那你就一博王炸吧，然后就一博王炸，一博王炸，一博王炸，这样子。 OK。 我相信到时候公屏应该会打很多这种弹幕啊。对对对，我上次就有说过，本来是要跳少林足球的，然后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微博上不是那个南宫孙北乔治，后来我们直播又加了个东宫姬西潇潇，东西南北，然后我们就想着就拿这两个来演示两种武术的风格，加入星爷的一些电影里面的一些灵感，然后把那些画面全部把它融合进去。开心吗大家？开心就好。两组玩的都很好，但是还是有一个输赢。现在票数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票数是53-51。Oh my god！ 让我们恭喜到的是，一波王炸战队，一波王炸战队。恭喜一博队长拥有2个晋级名额，非常刺激，非常刺激，紧张，完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懂谁？弹幕打出来，